男老师，我现在在介绍一个女老师出来好了。哎，这一位接下来 judge， 她也是我们桃园在地的舞者，她21岁才开始学跳舞，所以在座各位，如果你已经比她还年轻就可以从事跳舞这个动作的，原则上你应该要比她厉害，因为你比她的资历也许早了很多年。那她除了21岁才学舞以外，但是他天生舞感跟他的舞技其实是不容忽视的，而且他跟我们何老师一样，就是我们刚才上位考贝老师一样，他除了跳舞很强，他其实另外一个也有一个特别技能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没有人想猜？我又是心算吧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但是有点就比较偏女孩子的。好，我直接公布答案，就是刺绣，有没有人相信？刺在衣服上那一种？刺绣没有，等一下我要打断我一点。我知道不好笑，但是我今天想的这个台词想了蛮久的。好啦，其实不是刺绣，他设计表演服非常厉害，但是我发现我今天这个梗这样叙述，等一下他可能会骂我说我的主持功力还要再练一练，所以我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来欢迎我的舞团团友大喵喜石团，也是我们 MT 的青妹老师。谢谢我们奇妹老师，哇！大家让我看到那个凌空屁。